恭喜你了，小龙，今晚的表演非常的精彩。多谢师父，谢谢你邀请我来美国。不用客气。其实这一次我来美国呢，是想顺便帮阿正看看可不可以在这里找所学校。你知道申请入校是需要介绍信的。哎，你这么说就是中华总会那帮人没有帮你写信吗？哎，我有一个徒弟做律师的，他应该能帮到你，放心。那就拜托了。